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让我们一起识读《传习录》。晚辈是来自400多年之后的读书人，向先生请教，您是如何悟得知行合一的大道？仁德的心，良知的心，我明白了。知行合一是我的立言宗旨，也为我一生所奉行。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此心光明亦复可言。公元1512年，明朝正德年间，京师。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先生所讲内容，我都记录下来了。我想把这些道理记录整理成书。对对，应当整理成书啊。此书若成，后人皆可如临先生课堂。曾子曰：“传不习乎？”此书就叫《传习录》，如何？传习录，哎，是传而习之。徐爱，记录，要明晰精确。先生放心，等我整理好，会给先生审阅。《传习录》是记录王阳明思想的语录体著作，由他的弟子记录整理完成。成书原因和另一部儒家典籍非常相似，那就是《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夫子讲的课，子瑜记得最仔细。曾参是善于学习的人。夫子教导我们，要善于反省自己，所以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对，传不习乎。把夫子讲的话记下来，便于付诸实践。闻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读《论语》，如同亲闻孔夫子教诲；读《传习录》，如同亲临阳明先生学堂。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先生是说，真知是行动的开始，行动是真知的达成。知行合一，知与行密不可分。知而不行，等于不知。这是先生的开创啊！言之必行，孔夫子早有教诲。君子明知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夫子，这是何意？啊，君子确定名分，要能说得通，说得通还要行得通。行得通，做得到，才是君子之名。君子明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论语说言之必可行也，传习录说知行合一。先贤典籍如同源头活水，
后世典籍如同百川奔流，共同汇入中华文明的长河，奔涌千年，从未断。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让我们一起识读为往圣继绝学的明代典籍《传习录》。打开典籍，品读中国，欢迎走进典籍里的中国。我是王佳宁。提起王阳明，我们眼前可能会浮现出一个吟诵着"无心自有光明月"的消瘦身影。穿越近500年的时光，阳明学历经跌宕起伏，仍散发着睿智的光辉。他的思想学说、处世之道，都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基因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部立志立言之作、立德立身之典，与三位读书人一同品读《传习录》。每天鲜活多一点，本节目由更多鲜活营养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光明乳业，乐在新鲜。中国味，鲁花香。典籍里的中国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子鲁花赞助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植物不易，读书有底气。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观看典籍里的中国完整视频，专享幕后精彩内容。几位老师好。在刚才的开场戏剧当中，我们了解到《传习录》的书名其实是取自于《论语》里曾参那句"传不习乎"。《论语》里面记载，曾子曾经说："吾日三省吾身"，其中有一条就是"传不习乎"。传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通常都说言传身教，传是老师所讲述的内容，还包括事件的处理的方式、行为态度；习是实践。行动。所以这句话的意思，那就是老师所传递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有没有实时的去实践去运用啊。用传习作为书名，我们就可以知道弟子们是想把阳明先生的思想记录下来，不断地将它运用于实践。其实王阳明和孔子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阳明12岁立下大志，要读书学圣人，孔子15岁有志于学，那两个人也都是大教育家嘛。而且呢，他们的弟子都觉得老师有非常多的启发人心的东西，真知灼见，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孔子的弟子留下《论语》，哈，王阳明的弟子留下什么？留下《传习录》。刚才在戏剧当中，我们也看到是弟子徐爱率先提出要将老师的这些教诲记录成书的。徐爱也是王阳明先生的第一位弟子，深受先生的喜爱，所以呢，王阳明曾经称其为无知颜渊。是的，徐爱很早呢就记录王阳明跟学生之间授课的情形。后来呢，王阳明的学生薛侃把徐爱整理的加上录成的合编成了《传习录》的上卷。王阳明的弟子南大吉又把阳明的一些书信呐、信札呀合编起来，就成了我们现在《传习录》的中卷。在王阳明去世之后，阳明的得意弟子钱德洪把老师的遗言合编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传习录》的下卷，历时几十年才最终修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3卷本《传习录》。阳明先生啊，一生是命运多舛，可以说是历经磨难。那小的时候啊，因为隔竹子隔了7天7夜，没有隔出道理来，留下了咳血的疾病啊，这是一个心灵的磨难。然后就有仕途的磨难了。王阳明30出头的时候，当时是宦官刘瑾专权嘛，所以他为了这个反对刘瑾，又遭到廷杖，贬到贵州，这一系列的磨难加到他身上，一方面是折磨了他，另外一方面也是成就了他，出现了人生中非常非常重大的一次转折，一次心灵的震荡，叫做龙场悟道，从而就悟出了知行合一这个道理。那么到底什么是知行合一呢？
传习录里面曾经用孝悌举过一个例子，王阳明说呢，如果说一个人是一个孝悌的人，并不是因为他能说一些孝悌的话，而一定是由于他做了孝悌的事。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只有付诸行动才是真正的知的表达或者说体现。没错，王阳明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思想叫做致良知。农场悟道之后呢，又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宁王之乱。43天的时间，一举平定宁王朱宸濠，大功一件呢。但是王阳明非但没有得到褒奖，反而呢落了一个谋反的罪名。哎，这个时候重新跌入一种谷底。王阳明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致良知。对，王阳明曾经说过，无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他说我呢从龙场之后，我讲学的宗旨事实上就不出良知二字，可是很遗憾当时还想不到用这么两个字。我们也可以想见，对于这个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致良知的学说，当年阳明先生把它讲出来是何等的鼓舞人心、激动人心、启迪人心。他提出的这些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等等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王阳明先生从小就立志学圣贤，他最终也是成为了为后世所尊崇的圣贤。是跟孔夫子一样啊，晚年他是在家乡讲学呀，在他去世之前的那年又接到朝廷命令让他到广西去评判。可是这时候王阳明身体已经非常非常不好了，去还是不去？一个老人家了，他做出的抉择是什么呢？是去，但是再也没有能回到家中。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呀，他的弟子就问他，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王阳明只答了8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啊，说我的心一片光明一片坦荡，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这也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呀，就是后人说的真三不朽嘛，立德、立功、立言。他用自己的生命真正践行了知行合一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的舞台上，将会讲述传习录背后怎样传奇的故事。我们先去点读会场看看主创人员们是如何研读传习录。大家好，欢迎来到典籍里的中国点读会，我是当代读书人撒贝宁。很高兴今天和我们的几位嘉宾跟大家共同品读传习录，一块走进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传奇人生。掌声欢迎我们的几位嘉宾，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是演员辛柏青，在戏剧当中饰演王阳明。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森，在剧中饰演王阳明先生的徒弟徐爱。大家好，我是演员程峰，我饰演的是王阳明先生的弟子钱德洪。王阳明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上确实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标志性的人物。您心目中的王阳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王阳明先生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的这样一位圣贤。王阳明先生悟道呢，恰恰又是在历经磨难之后对生命本质的一种内心的感悟。编剧在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用知行合一这4个字成为了我们整个故事的主线。对，也是王阳明先生一生奉行的。对，所以在我们典籍里的中国这个剧本当中有一句台词应该是反复出现。是的，而且这句台词我相信在大家看完这一期典籍里的中国之后会牢牢记住。有请辛柏青老师来为我们诵读一下这句台词。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知是行的头脑，行是知的落实，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对，我想我们今天所有的现场观众和我们四位一块儿，我们把这两句话再重温一下。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再一次演绎王阳明先生呢，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因为这一次的戏剧性更强，故事性更强，所以你需要更多的情感和感情的投入。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和我一起走进典籍，对话圣贤，传承和弘扬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先生，赶快服药。新建伯王守仁接旨。新建伯王守仁接旨。臣王守仁接旨。奉天承运皇帝敕曰：清使敏才高，忠诚体国，今两广多事，以清之威望，定能为朕分忧。清宜星夜前去，节制诸司。公元1527年，明朝嘉靖6年，王阳明56岁，这也是他去世的前一年。当时的王阳明积劳成疾，在老家绍兴养病讲学，但是嘉靖皇帝连下圣旨，命他前往广西平乱。王阳明心忧家国，抱病出征，于第二年客死在回乡的路上。勿再迟疑推诿，以赴朕望，钦此。臣王守仁领旨。王大人，快请起。臣会尽快启程。先生，先生，先生，先生若是热了，就请先宽衣吧。好，好。
先生当年勤于公事，积劳成疾，又居龙场湿热之地，种下了病根。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神思焦虑，旧疾时常复发。先生的咳喘之疾日益加重了。两广是瘴疠之地，潮湿闷热，对先生的病情甚为不利。此行千里，舟车劳顿，又要行军打仗，我只担心先生此去。你们是担心我回不来了。先生，先生能否给皇上再上一书辞去两广差事？是啊，朝廷啊数次下令催促，尽忠职守理应前去，但这只是其一。那其二呢？先生，我知道您曾经说过，是民之激逆，有己之激逆。尽管我也想劝先生留在家中，以身体为重，但为了私恩、田州百姓的福祉，想必先生仍会执意前行。你是何人？晚辈撒贝宁，是来自400多年之后的读书人。400多年？正是。你竟然知道我去年书信中说的话？那些话德宏都不一定知晓啊。先生多年来讲学论学的学问思想被集合成3卷传习录，在我们后世被奉为典籍。刚才您的那2句话被收在传习录中卷里，我是读了传习录之后特来向先生请教。传习录只有2卷，何来3卷？400多年之后，后世通行的传习录版本有8万多字，分上、中、下3卷。上卷和中卷是您的学生徐爱、薛侃、南大吉等人编纂，而下卷则是由这位钱德洪先生整理校刊，使其流传于天下。哇，有心啊。先生，近些年您讲课的内容我都详细记录。哎，你再说说还读到了什么？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先生，您知行合一的思想在后世可是备受推崇。如若世人皆能知行合一，我将会感到极大的欣慰啊。德宏汝重。先生，你们可去告知我家人，不日即将启程，替我收拾行装。是先生。你来寻我所谓何事？晚辈是想来向先生请教，您是如何悟得知行合一的大道？说来话长啊，我年少时就因家学渊源，生出学圣贤之心。父亲，他们告诉我，父亲是状元。状元是天底下读书最厉害的人。小人，不能这么说，还有比状元更厉害的人，那就是圣贤。孔子、孟子、朱子，他们都没有当过状元，却都成了圣贤。什么是圣贤？圣贤就是能够领悟天道的人，是按照天道行事，能够为百姓谋福的人。就像《论语》中所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我要学圣贤，为天下的人谋福。
哎呦，手刃，你要做圣贤？孔夫子十幼武而志于学，您更早，您十二岁就立志学圣贤了。我那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不过立志要早，志向要高，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啊。后来您随父亲去了京师，我在学堂念书，兴致极高，学到一些道理，便想着去检验。那应该算是最早的知行合一了吧？对，为了推究事物的道理，我曾经七日七夜不吃不喝，去割竹子。童，你怎么了？你快醒醒！手人，我现在看什么都是绿的，我看你的脸也是绿的。啊，秋童，你没事吧？我就是晕。你为甚非得让我陪着你盯着竹子看呀？这不是看，是隔竹子。朱夫子说，一草一木皆有治理。朱夫子的一句话，咱俩就得盯着看三日。三日恐怕不够，我还没隔出道理来。啊，那你自己隔吧，我隔不了了。你可以的，专注些。我头晕。你让我躺会儿。哎呀，这位小钱同学，看了三天就躺平了。我也是看到第七日就劳思之极呀。十几岁的孩子能够盯着竹子看七天，我可没有您这样的定力。但我好奇，隔竹七日您隔出什么道理了？当初什么也没悟到，但学到一些道理便想着去检验，总是没错。您学习圣贤，力求文武双全，不知道后来您还修习兵法，游历边关。对，我还梦到了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儿。谁在念我的话？我叫王守仁，您是谁？大汉伏波将军马援。将军辅佐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是汉朝的大功臣。晚生要学您，做有益家国的男儿。所以，你在游历军庸三关。是。你还在向边民学习骑射。对。不见塞上边关，无以养男儿血性。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原。这是我说的话。有志之士，纵使葬身野外，也不改其志向。真正的勇士，纵使在战斗中身首异处，也在所不惜。这是孟夫子的话。对。我就是孟轲。我想必是在做梦。这个梦我喜欢。孟夫子，马将军，你们二位都是我心中的圣贤。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我不怕苦其心志，也不怕马革裹尸。好一个不怕马革裹尸，好一个不怕苦其心志。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坚守自己的志向，不为外物所扰，才能真正有所成就。谢两位先生教诲。
我小的时候也梦到过自己敬仰的人，但不像您这个梦，您这一次两位圣贤入梦，阵容也太豪华了。年轻人要敢做梦，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后来您求取功名，21岁中举人，28岁中进士，踏上了仕途。但是我们也知道，35岁那一年，您挨了一顿毒打，差点丢了性命。那年武宗出政，宦官专权，刘瑾等奸臣把持朝政，忠良之臣惨遭枪害。那一段动荡的历史，后世称为八虎之乱。有言官代显、蒋钦、国彦辉等诋毁圣德、污蔑近臣，兵部主事王守仁等上书为奸臣求情，身负阵望，着廷杖30，下镇府司考讯。王守仁，我劝你别嘴硬，30廷杖是能打死人的。刘瑾，身为宦官，把持朝政，残害忠良，走的不是正途啊，早晚要败。圣上说了，及时悔悟者可以宽宥。王守仁，求个饶听听。子曰：“治世仁人，吾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想杀身成仁？好，我成全你。给我打，往死里打。是。王大人，得罪了，可滚。军人臣职，陛下要远奸臣。着实打，着实打。一、二、三、四、五，坏人！六、七、八、九、十，坏人！14、15，坏人。16、17、18、19、20，坏人。
禀刘公公，三十廷杖已打完。王守仁，王守仁，王守仁。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举人臣职，下去吧，带回镇抚司。先生自幼体弱，小的时候又因为隔珠七日伤了心神，常年多病。这三十廷杖对于先生而言，无疑是一场生死劫难了。若忠良之臣含冤，而无人敢为他们仗义直言，这才更是一场劫难。我只知道，该做什么就必须去做。先生为了心中正道，不顾生死，这才是知行合一。兄长，兄长，兄长！王主事已经昏迷好几天了，滴水未进啊。不知道能不能挺过去。行吧。兄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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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玄爱，是我。你哭什么？我以为，以为我会死。渴了。啊，我带了热汤。家人没有被我牵连吧？家中一切安好。
岳父大人让我给您带话，说以吾儿为荣。从小父亲就对我说，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神，天下无道以神殉道。今日是小年，再过几日便是除夕了。我不能和家人们过年了，进了这镇抚司大狱，我就抱定了以身殉道的心。兄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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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啊，来人啊！后来我与50几位同僚被刘瑾诬陷成为奸党，蒋钦大人三受廷杖，冤死狱中，戴显大人也身遭廷杖，伤重而亡。诸位大人除阉党斗八虎的壮举名留青史，在后世备受敬仰。感谢洒先生告诉我这些，如若蒋钦戴显大人在天有知，定然欣慰不已。您九死一生，虽然活着走出了镇抚司大狱，但是却被贬谪到了千里之外的贵州龙场，做了一个没有品级的驿丞。我那时杖伤未愈，所幸有徐爱一路相随，沿途照顾。您去龙场之前，徐爱拜您为师，他应该是您的第一位弟子吧，也是传习录最早的记录者和编纂者。他本想陪我远赴贵州，我劝他以科考报国为重，在杭州分别。贵州龙场地处西南，极为偏远，您那个时代交通又不便利，这一路上没少遭罪吧？我杖伤未愈，一路颠沛，从京师赴贵州竟走了1年有余。我本就体弱，又有杖伤在身，初到贵州就一病不起。王守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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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本官吃的是什么东西？这是给人吃的饭吗？又是他了！哎，怎么又是他呀？百姓们吃的，我吃的，你为何吃不能？他们算什么东西？啊？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把本官和几个草民，一个被贬到没有品级的罪人同等对待。
吃这么粗劣的食物，住这么破烂的山洞，不吃就饿着。大胆刁民，肯跟本官这么说话。王大人，他是个什么东西？他呀，不是个东西，是州里来的官员。哦，王守然，嗯，我觉得你在骂我。我哪句话说的不对？你自己说说，你是不是个东西？我能肯定你在骂我。你给本官跪下。我敢跪，可你敢受吗？来人啊，给我打他。愣着干什么打呀？还愣着干嘛呀？打呀！打他！打他！哎呀！哎呀！打他！打他！哎呀！不是打我，是打他！哎呀！哎呀！哎呀！打他！可笑啊，可笑！好好的人，居然活成了这个样子。可叹呐，可叹！我王守仁居然也活成了这个样子。我生于状元门第，少负天才之名，心慕圣人之道，熟读兵法，练就武艺，为求有朝一日能为国效力，为民除害，以仁义施于人民，成就君子之名。岂料遭奸党陷害，受廷杖之责，蒙牢狱之灾，投荒万里，九死一生。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孔子说至于道，什么是道？道在哪里？如若孔圣人在世，处于和我今日一样的境地，他会如何想？他会如何做？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夫子是说道必须通过人来体现吗？君子至于道，造次必于事，颠沛必于是。夫子昔日匡地遇难，可谓造次；困于陈蔡，可谓颠沛。守仁今日洪荒万里，为何还不能悟道？你此时不正在悟吗？身居逆境，尚能求道，近乎道矣。
如何才能更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孟夫子，求得本心便能悟道吗？请教我。悟道由心而生，向心问道，你已经很近了。还要更近。一草一木皆有智理，如能豁然贯通，便终知天理。朱夫子，我曾隔竹七日却未能悟道，纵使悟得草木之理，如何直指大道？请教我。豁然贯通，豁然贯通。我无法贯通，谁能教我？能教你的只有你自己。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朱夫子，你是说心即是理吗？求问大道，难道求的就是本心吗？学为君子，天下归人，修的便是一颗仁德的心。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豁然贯通，终知天理。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万物皆备于我矣。仁德的心，良知的心，心中贯通，人心至灵，万物皆备于我，备于我心，我心即是理。仁德的心，良知的心，心中贯通，人心至灵，皆备于我，备于我心，我心即是理。心即是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多谢各位先贤，谢龙城。您的龙场悟道，在后世成为了中国思想史上洞达本心、领悟真理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而您也成为了在艰难困顿中追求真理的典范。足下之言过誉了。后来您便开始在龙场讲学，以励志、勤学、改过、择善教育龙场诸生。但后来您是在贵阳的文明书院第一次提出了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我的立言宗旨，也为我一生所奉行。
刚才的戏剧啊，太震撼了！我们见证了影响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龙场悟道。那大家看戏剧里，王阳明说到了“心即理”，什么叫“心即理”呀？道就在人的心里呀、啊。每个人心里都有良知，啊，要按照你的良知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对呀、啊，王阳明在面临着生死考验的情况之下说：“心即理，真知即所以为行。”真正的知，一定是要通过行动来呈现、来展开的。所以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没错，儒家历来有重视实践的传统。但是呢，在传统思想里头，知和行啊，往往是作为两件事来看待的。而且呢，多主张知先行后。王阳明首次把知行合一作为一个重要的，而且是系统的哲学命题提了出来。这个是我们中国哲学史上一次非常了不起的突破和创新。阳明先生当时讲知行合一这个观点，思想界几乎是一片哗然，包括徐爱刚听到的时候既惊且骇呀，心中充满疑虑。可是慢慢的琢磨明白了，知行合一为天下之大道。他的其他一些同门来听先生讲学的听不明白什么，徐爱最早给他们去解释，所以对王阳明思想的传播，徐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是的，可惜呀、啊，就在越来越多的人都了解和认同他的思想观念的时候，他的爱徒徐爱竟然不幸去世了。徐爱他是王阳明的一个文化托命之人呐、啊。徐爱死后呢，王阳明他说什么呀？天而丧于野，则丧于野，而又丧吾曰人，何哉？天要我的命就要我的命罢了，为什么还要带走我的曰人呢？其实徐爱的精神也活下去了，和王阳明的思想一起活在传习录里。我们继续往下看。您回京师之后，在大兴隆寺讲学，您的大弟子徐爱从那个时候开始记录传习录。哎，来来来来来，给你看样东西。这是当年徐爱记录下来的手稿。我太幸运了吧，居然能看到这部典籍最初的样子。先生，我可否？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徐爱先生的字儿漂亮啊。徐爱是我的妹子，也是我所有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位。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没想到啊，徐爱等学生们记下的这些话，居然为后世增添了一部典籍。你没想到吧？正是这些记录，使得您的思想能够流传后世。当然，也让英年早逝的徐爱先生因典籍而不朽。先生，感谢先生以知行合一教我。徐爱，我不敢看你的手稿，
每当取出，耳言在无耳，耳貌在无目，耳智在无心。你先我而去，使我一生最大的伤痛，最大的遗憾。得以先生为师，是徐爱此生最大的幸运。知道先生所讲内容珍贵，我便去记录它。我想，这便是我徐爱的知行合一吧。你我的名字载入一部《传习录》，在后世成为典籍。谢谢你。得知先生思想传之后世，徐爱此生无憾矣。先生，保重。徐爱之于先生，犹如颜回之于孔子，虽不能相持始终，却最得真传。王守仁，奸贼，小人，匹夫！王爷息怒。你说什么？王爷息怒。城镇陛下，陛下，来人，拖出去砍了！陛下饶命啊！陛下饶命啊！陛下饶命啊！陛下，陛下息怒，让朕如何息怒？他没有一兵一卒，用几封书信骗朕相信他有48万兵马。还收买朕的左右丞相，让朕心生疑虑，身边没有可信之人。如今有多朕苦心经营多年的南昌
害朕后宫家眷，以身殉节。这般深仇大恨，不杀王守仁，朕誓不为君。来人！来！众将士听令！听令！点齐十万兵马，回师南征，朕要将他碎尸万段！对！中堂大人，反贼朱宸濠率十万精兵从安庆向南昌杀来。这不好，我军仅有临时聚集的几万兵士，这朱宸濠有十万精兵啊，这如何是好啊？大人，大人，诸位以为如何？大人，下官以为应先撤出南昌。为何要撤？说要来的援兵现在一个未到，咱们先撤回樟树，待秦王之师集结完毕，再打回南昌讨伐反贼。对，不可。雷纪，你说说该如何应对？宁王朱宸濠反叛，王大人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率领我等挥师秦王，攻取南昌，南昌得来不易呀，誓死也要保住他。对，下官萧雨愿死守南昌。对，南昌有坚城生蚝，粮草充足。大人，白心助我等收复南昌，朱宸濠回来势必向百姓复仇，我等为百姓计，也应死守。对，坚守南昌，等待援军将反贼歼于城下。死守南昌，大人请下令吧。你们以为反贼宁王朱宸濠反扑南昌是祸事？这当然是南昌之祸，而我以为是天下之福啊。大人何出此言呢？朱宸濠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路出其不意，直取京师。大人，直取京师那不是找死吗？错，这是我最担心的，若如此则宗社危矣。那第二条路呢？直取南京，裂土称帝。有何结果？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这第三条路呢？不攻南京，反扑南昌。此番结果是？这是我求之不得的结果呀，我等誓死抗敌，社稷则可以安矣。大人，宁王朱宸濠兵强将猛，来势汹汹，咱们不可应当啊。为何不可呀？大人，大人，李官，大人，大人，大人，不可过于焦急啊，大人。大人放宽心，我等愿追随大人，死守南昌。我想的不是死守南昌。大人英明，咱们撤往樟树。哼，更不是撤退逃跑啊。那大人的意思是出城迎敌，
迎头痛击。哎呦，大人，大人，大人，我军匆匆聚集，军备粗劣，无法匹敌朱宸濠的精锐之师啊，大人。尔等可有报国之知否？下官等有报国之志。既有报国之志，就应按照心中所愿、心中所知施行开来啊！知行应当合一，知而能行，方是真知啊！当初朱宸濠以10万之众起兵谋反，虽然我身边兵士不足百人，仍决然起兵平叛。因我笃信丈夫为志，穷当益坚，我与诸位召集乡兵传习州府与张树誓师，共肩靖难报国之志。南昌虽城坚壕深，敌军数万，粮草众多，但我军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最终一举收复南昌。此番决战关乎百姓福祸、将士生死、国家存亡，传我军令。军令。火速行兵备战鄱阳，抢占先机，迎战反贼。抢占先机，迎战反贼。抢占先机，迎战反贼。抢占先机，迎战反贼！抢占先机，迎战反贼！一场蓄谋已久的藩王叛乱，短短43天就平定了。别看您外表文文弱弱，但是鄱阳湖一役，大破10万叛军，活捉宁王朱宸濠，晚辈佩服。这可是一场文官领兵、以少胜多的奇胜之战。破山中贼易，平定宁藩叛乱并不难。真正难的是平叛之后，如何破除人心中之贼。后世在学历史的时候，我们读到了一件有点荒谬的事儿。据说打了胜仗之后，正德皇帝自封为威武大将军郑国公，率10万大军御驾亲征，并且给您下命令，让您在鄱阳湖放了宁王朱宸濠，以便让他再活捉一次。江西百姓遭叛乱之祸，本就苦难不堪，若圣上御驾亲至，放了宁王朱宸濠再捉一次，劳民伤财，必使民生更加艰难。所以您再三上书劝皇帝返京，但这一劝又让您陷入了生死危难。张公公，王大人，圣上让本监问你话。圣上亲率10万大军南下，擒拿宁王朱宸濠，你数次阻拦御驾亲征，你是有谋反之心吗？宦官张勇手握兵权，位高权重，此人是个狠角色，就连当年打了您30平仗的刘瑾，后来都是死在他手里。圣上问我是否有谋反之心，答错一个字便会引来滔天的祸事。
父亲，孩儿明知怎么做才是对的，但若真的做，凶险万分，有可能会招来灭族之祸。你儿时就跟我说过，你要学圣贤。我幼时贪玩，您是最宽容我的人。入仕途，你仗义直言，受廷杖，下诏狱，初心不改。那时我就说，以无儿为荣。您的勉励让我第一次为自己骄傲。你被贬至贵州龙场，万里投荒，却在困苦中悟道。我求问本心，悟出了知行合一的道理。你于社稷危难之中，以书生领兵平定叛乱，救黎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立德、立功、立言，在为父心中，你都做到了。我王华此生不以中状元为最大的荣耀，而以能有你这样的儿子为最大荣耀。父亲，你心中自有良知，只需知行合一，无论结局如何，为父都以你为荣。知行合一，致良知，孩儿明白了。谢父亲。后来先生居然能够说动宦官张勇和您一块儿成功劝谏正德皇帝返京，您这简直就是挑战不可能。见父自然之孝，见兄自然之悌，见孺子入井自然之恻隐，这就是良知。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有良知，张勇能听是因为人人皆有良。原来先生是在历经了百死千难之后，才悟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真理。先生，可愿随我到后世，去看一看此书的流传？想，走。先生果然是知行合一，请，请。阳明先生的学说历经同门徐岸、薛侃、南大吉等人和我陆续整理，集成初刻传习录、续刻传习录和传习续录，共三卷书稿，望后世共习之、共传之。这是钱德洪吗？对呀。他也老了。阳明先生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其伟大，在军事上、政治上亦有很大的勋业。学阳明先生思想，
阴毒传邪，此为何人？这位先生叫梁启超，生于清朝。他年轻的时候，曾和上千举人联名向皇帝上书，呼吁变法图强，史称公车上书。也是个有胆识的人。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自今日起，我为自己改名。这位是？这位陶先生醉心于您的知行合一学说，改名叫陶行知。他是近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他提出教学做合一，享有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美誉。人如其名，名如其志，后生可畏。先生，您再往这儿看。拍照，麻烦让一下。先生，您还记得这个地方？这莫非是我住过的山洞？正是。当年您起名叫阳明小洞天，后世管它叫阳明洞。400多年之后，读书人要想学习您的理论啊，都得到这儿打个卡。打卡，就是到此一游。慢点，慢点。好多话干嘛呀？阳明先生，在这里悟道，还教了很多学生啊。哎，我听说啊，里边有阳明先生坐过的石墩呢。是吗？我也得去坐坐，看能不能悟道。行行行行。哎，大家快看，快看，快看，咱们宁老师。哎，咋老师？咋老师？你好，你好，咋老师？您怎么来了？跟你们一样啊，来游览阳明洞。哎，先生，请。咋老师？这位是，这位你们都不知道啊？这就是最了解阳明洞的人啊。哦，是解说员。对对对，解说员。我跟大家讲啊，有什么问题赶紧向解说员提问，这可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啊。老先生，请问一下，什么叫知行合一？先生，能不能多给我们讲一些关于阳明洞的故事？好，来，坐。你慢点。嗯。阳明先生说知行合一，那是知更重要还是行更重要？这知行如何合一呀？好问题。谁能说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明白了自己要做的事情，就应该立刻去践行。如何能确定自己做的是对的呢？致良知，以良知知行合一。你从哪里学到的这些？我读传习录啊，我今天还带来了。您看，可否借我一观？先生，这是我买的现装本传习录。先生，传习录的序是徐爱做的。徐爱
是阳明先生的妹夫，也是他的第一位学生。你很像我的一个学生。啊，他也读传习录吗？他很爱传习录。感谢先生以知行合一教我。曾子曰：“传不习乎？”此书就叫《传习录》如何？所有读过《传习录》的人，应该都算是阳明先生的学生。桑老师，我的老师告诉我们，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王阳明先生，了解阳明先生，都应该读《传习录》。这样吧，我有一个提议，既然今天机会难得，我们让这位讲解员老先生带着我们一块儿重温一下《传习录》，好吗？好。知是行之始，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行是知之成，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谢谢先生，也谢谢同学们。好了，咱们今天学问就做到这儿，你们接着玩去吧。好，谢谢老师。曹老师，曹老师，曹老师，注意安全啊。先生，那我走了。再见。感谢洒君让我知道这些，谢谢先生为我们留下传习录。后世人敬我，我更当笃行。我要即刻赶赴两广，咱们就此别过。先生此去山高水长，先生保重。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是阳明先生留在世间最后的八个字，豁达坦荡，掷地有声。我在想，这是怎样的一种心胸和风骨，才能在历经百死千难之后，还能心向光明？的确，这部戏剧让我感到很震撼，也非常的感动。在每一次的重大事件当中，
阳明先生都能够反观自省，由此而历练的他这一颗心是如此这般的光明通透而又灿烂。传习录就是阳明心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他的心学思想成为儒学重要的理论发展，他成为除了程朱理学之外一种先秦古典思想回归而又重建的一种新的形态，对整个的思想界、整个东亚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是的，传统儒学就经过了好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先秦孔子创立了儒学之后，随着历史的发展的代代传承，到了两宋时期又有新的发展和创新，形成了所谓的新儒学。到了明代，王阳明进一步的继承发展，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阳明心学。阳明先生一生都在践行他的知行合一这个观念，那么我们今天要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知促行，以行成知。阳明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帮助我们培养自主意识，肯定自我价值，成为对时代有用的人。刚才看到最后啊，阳明先生和当代青年坐在一起在这儿讲啊，这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了阳明先生的那两句诗，叫做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我觉得我们跟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历史跟我们的未来在这一刻团圆了。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思想穿越数百年时光，依旧生机勃勃。我们今天在这里品读《传习录》，其实就是要将知行合一的思想应用于实践，学史力行，行胜于言。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铭记：道不可作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唯有如此，才能学以致用，实干兴邦。再次感谢三位读书人与我们一同来研读《传习录》，打开典籍，品读中国。感谢收看《典籍里的中国》。每天鲜活多一点，本节目由更多鲜活营养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光明乳业，乐在新鲜。中国味，鲁花香。典籍里的中国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子鲁花赞助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植物不易，读书有底气。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观看典籍里的中国完整视频，专享幕后精彩内容。每天鲜活多一点，本节目由更多鲜活营养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光明乳业，乐在新鲜。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观看典籍里的中国完整视频，专享幕后精彩内容。